开始，开始啊。嗯，那你要把这个放到上面两个链轮上面。嗯，啊，然后把这个先装一个这个，再装一个这个，然后穿过来。啊，穿过来，再把这个盖上去，那个推上去，嗯，看到这个你就可以有个暂停，我往底下再拍底下一个，啊，这个链梁，等会，好，啊，这个所有的高度都要调整一下，那经过调整这个螺丝。OK， 对吧？嗯，把这螺丝要松掉，把它拿到放到边的。像这块你可以暂停一下，要不然时间不能。把这个都松掉，把这个拿过来，啊，装上面。哦，我晓得了，它是安在那个固定在那个叫什么架子上面的是吧？啊，我到前面架子拿过来，你拍的是吧？啊，就这样。啊。那把这两边都给拧上去，嗯，先拧上，我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。把撑开，把这链条要撑紧。大哥，这缝这么大个缝，然后这两边要平行的，不能斜，不能歪。嗯、你看链条要像这样紧，这个链条要紧一点，你看，看到吧？嗯。还有链条要对直，不能歪斜。嗯。来，把这个螺丝拆掉。一般这个螺丝装哪，从哪拆出来装到哪里嘛？你有个视频就行了，就因为这个装起来，实际装给你拍视频。